你的账结了。啊啊！大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他的账用这台钢琴抵了。这是我女儿最重要的东西啊！你们两个赶紧搬走。怎么跟原来排的不一样啊？ 少啰嗦，搬姐。哎呦！快快快！不能帮我！小心一点，不能帮我！小心一点，破坏一点，你们俩死定了！这边，哎，好来了。哎，这转过来，小心你这，小心，慢点。啊，停停停停停。 大哥，这台钢琴是怎么回事？赠品，赠品。你是打算把它抬上去公司？行吗？大哥，不觉得公司摆台钢琴，整个文化氛围都提升了吗？你说呢？嗨，老板。 有什么事儿？老板，哦，谢谢啊，我先走了。网友算朋友吗？啊，现在这个很发达。<笑>嗯，老板，能拍照吗？啊，当然可以。 你也弹钢琴啊？啊，不是，客人临时存在点儿。怎么还在咳？好多了。我听说，你用你自己的钱去还小王银行的债。小兔崽子，谁嘴那么欠？不是大哥，这不是第一次。想回去弹琴了？我。 那是你的吗？哦哦，不是，我刚才说了，是客人存放在这儿。可是这是我老师的钢琴啊。您老师？你看，这个音 F 这个音 永远都调不准。还有这儿，小时候我们练琴的时候，偷偷在这里刻下一个印记。老板，你的那个客人叫什么名字？老板好，钢琴放这没碍你事儿吧？ 金志贤，金志贤，金志贤，金志贤。
追我干嘛？你老跑什么？你不追我能跑吗？我不是找你有事儿吗？你有什么事儿你说。你的钱在我这儿。我的钱怎么会在你那儿？你外婆给你的钱。那个时候，外婆请我妈帮你保管好这笔教育基金，这是供你上大学的钱。 可是后来我再回去找你，你就走了。阿贤，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一直想把这笔钱给你。那你现在给我这笔钱干嘛？我又没在上大学。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还弹钢琴吗？不弹了，早就不弹了。我也不想再弹琴。 弹琴有什么意义啊？又养活不了自己。不是的，阿贤，如果你一直坚持练下去，凭你的天分，你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，说不定你会成为钢琴家，那你就可以靠弹钢琴赚钱呀。你这个女人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不弹琴了，不弹琴了，你听不懂吗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凭什么教育我？管得着我吗？ 老师好，你好，叫什么名字啊？胡安琪。喜欢弹钢琴吗？喜欢。嗯，条件不错。